人咧讲鸡鸭头妈祖经，鸡鸭尾观音亭，到了是分林上老的所在。阮368出去走走，今仔日已经来到这，就是要来找在地健康的生活。即马赶紧带我来看卖。到了是分林关的经济中心，嘛是无花果的产地，在山顶社区有健康快活的闭馆。而且毛一群人伫到了市区的边啊，爱护社区的环境。行，即马就带阿芬啊来去到了，看在地人的健康生活。最近大家哦，拢真注重食的问题。希望讲吃落去的物件哦，会当真健康。我有认识一位大哥哦，专门伫咧种迄有机的哦。听伊讲哦，伊的标准足严格。咱即马赶紧来找。哦，啊，这门阁锁起来。大哥。哎，阿芬啊，你来啊。嘿，张大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哦，啊，这个关门哦。嘿。哦。进来，你进进来哦。我进来，进来，关起来。是啊，那爱紧关起来。啊，无遐，遐药害昆虫甲鸟类会飞入来。好，原来是安尼啦。好啊，啊你坐下来设计参观看卖好无？行，咱进来看卖，看伊种啥物物件。这是啥物水果哈？哦。我看敢若无像木瓜，啊嘛无像芭乐。这是迄个无花果。啥物叫做无花果？无花果真的是很少看到，在台北没有看过无花果哎。嗯，因为阮这种物件一般市面上的水果行，伊唔敢卖。安怎讲？因为伊足脆弱的，啊，爱过冷藏保持伊的新鲜度，啊，无伊的酵素转换太快吼，伊真紧就会怎凋谢了。因为它是一朵花，我们拿它当水果来吃。它是一朵花，把它当作水果来吃，就奇怪呢。好，安尼你紧带我来看卖。看鲜熟的是生做什么款？我都出来看。很好奇耶。所以讲，产存这是别人的家。哦，这样，这那个，这几个月了。哦，这个大概两个月了。好，大概。阿姨鲜熟起来，安尼差不多要多久？嗯，看伊的温度，咱的气候温度，四个月、五个月就可以采了。四五个月哈。现在无花果啊，根本就歹讲。哦，伊的难度确实是真高，所以真侪人无愿意进种这种物件。哦，所以你爱真严格安尼落去把关，对无？对，这就是阮想要要去温室内照顾的原因。你感觉上困难的是啥物？嗯，就是卖怎弄了。嗯。哦啊，古爱古啊作水安尼，因为即卖人个对啊要爱健康，啊要爱外形真水，哦，这难度就足高嘞。哦，又要健康又要漂亮，真的很难。哦，所以你就必须要起一个温室，安尼给它顾水就对了哈。啊，那参照安尼讲啊，伊本身就拢未生虫啊，因为没有外来的东西啊。嗯，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嗯，表示讲伊够有虫哦。哈，伊虫比咱人更加厉害，我都做甲到好啊，哎，虫嘛是够生出来。来来来，你来看。什么？这边掉。等一下，等一下，不，什么物件啦？哦，你看这白白的，啥物？我看，哦，那个我不会害怕吧？欸、那不会动吧？嗯。观众朋友，你看麦嘞，白白这个是什么？哦，这就是粉介壳虫。可是它没有在动啊。但是它会吸它的汁液啊。有时候我还要用牙刷帮它刷。哈啊！规丛安尼叶啊，这多，你是要哪刷？刷一张就差不多要一天啊，那是较戆的做法啦。啊，不过我最近有去读迄个有机的课程吼，以前的做法是有够戆的，啊，慢慢咧刷，用牙刷刷。我是做了有机以后才开始学有机的，他就边做边学这样子。所以讲种这无花果啊，种水果做任何一个行业，拢是一个良心事业，对不？你为着要让大家吃健康啊，你自己去学，其实受益最多反而是自己。阿芬啊，那个看，遐有一粒，
哦，是不是较大粒啊？嘿，啊有变红色个安尼。哦。哦，足水，啊就是这粒。哦，安尼就是表示成熟了。这粒是会用慢啊。啊，要安那采哈？要小心，注意不要烫，不要碰到你的手，因为它会有一点植物碱，让你的手有灼伤的感觉。就是看伊头只红红，就是会当采收啊。我要拔喽，用准？不是用转的。啊，无嘞。来，我用拗的。哦，来。啊，这边。哦。你要等，准备比较等一年。我一般唔是安尼慢。好。伊地头啊，保持住无，汁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哦，我懂你意思了。唔免用准的，用慢的哈。嗯。用慢的哈。对。这。安尼有标准无？哦，这个不错。但是我来讲吼，不，我来讲，我这粒嘛是蛮失败。为什么你看？因为这面的伤大了，伤大了，一摸它就扩大了呢。没错，都优秀。伊这那会安尼这么多吼？也皮肤吹弹可破。它有一点像类似那种水蜜桃，一摸太用力拔的时候，手都用破起来。对，所以阮一般阮咧采收的时候，阮是拢挂迄个手套。哦，就是不要伤到它哈、欸，不要伤到它，不要伤到我们的手。嗯哼，哇，参存这做这都安尼，这安尼一直甲顾。嗯，啊，做有机啊，爱这尼啊辛苦啊。大哥，你当初来想讲要种有机？嗯，我原底伫往事的栽培的时候是无做有机啦，啊尾啊渐渐有一挂消费者会来甲使用的时阵吼，有一挂人家是有癌症的，爱。就爱这种物件，因为食咧对伊身体讲，精神各方面拢真好。啊，所以阮听着，就讲袂用阁全农药啊，因为全农药甲健康是足矛盾的嘛。啊，尤其是个癌症的患者的身体拢足敏感，所以阮尾下就决定讲做有机。你做有机了后啊，产销啊或者什么这样能平衡吗？刚头嘛是有在卖出的时阵啊，很辛苦哈、哦。嘿，迄阵温烧起来了，其实是本来困袂起的。嘿，因为成本在回收，就是也真久啦。就只有一句话，就对的事情去做就对了。以往是我已经引教于这种健康无毒的。工作环境生产出来一种健康的物件，哦，足侪人食着是拢足健康的，安尼我的心就会感觉真安心、真快乐。较感动的是，因为无全农药的这种工作环境足健康、足安心的啊。到尾啊，你都愈做都，变到身体愈来愈好啊，愈来愈精神。阮太太啊，阮妈妈有闲，就拢会来到帮忙。啊，这个阿芬啊，我带你来做酵素。酵素哈、哦，好。酵素不是要人啉的哦，是要有我个啉。就是哦，就是那个肥啊，益肥就对了。对对对对。哦。以很多很丰富自然的有益菌。嗯。哦。结过程是很臭的、啊、我的天哪、啊、它正在发酵当中、哦、啊我们已经将我们厨房的厨余它果皮弄到这里的去然后它的香气就会跑出来了我把酒都背不开呢还蜜蜂起来哦不然那个果蝇会对棒的哦用这个是不是要戴口罩啊还是要戴眼镜因为就像那很呛的那个醋，对不？对。啊，为什么你可以忍受？我习惯了。里面它已经有很多的菌种。哎，很多菌种，它自然而然就会有菌种。嗯。我先放了糖蜜。嗯。哦，还有水。哇，现在味道还是很浓哎。我带你一罐，已经。熟成的一种酵素给你看，好啊你，因为咱餐厨，阮一挂朋友拢有咧做酵素，我今妈妈咧学做酵素，是可以喝的。哦，那是食品级的。啊，无这一下。啊，这是有我隔壁啉的，唔是咱南边啉的。南边用的啉就对啊。啊，这是西式吗？
哦，这爱稀释两百倍以上。这爱多久完成？哦，这上少爱三个月，伊就我就收成了。爱三个月哦，啊那三个月以后，我一定爱戴安全帽啊，戴口罩，再戴个眼镜啊，再穿个雨衣，来这边闻。不用不用，其实它收成以后是很香的，香果果。真的吗？哎，然后泡给你喝看卖。不错，姐，我想我泡给你喝看卖。哦，很香哎，差很多哈。好，你品话吗？哇，有香哦，这个很像我们在喝的那个酵素哦。嗯。原来静姐无花果啊，要用有机的，爱这么辛苦，爱落这么侪功夫哈。嗯。啊，来到这吼，阿芬阿妈给你倒三缸缸呢吼，啊，是不是有一点啊迄落收成哈？咱无花果，马上谢谢，咱马上来吃。啊，再削皮无？哦，唔免啦，这尔贵重的物件，你要甲削皮就没得吃了。好吃的哦。哎，你吃看看。嗯，它的口感软软的。嗯。我还吃得到里面有那个小小的籽哎，嘎嘎嘎嘎嘎那个。但是这无花果是因为伊无花才叫无花果。其实，伊讲无花是咱去互骗去啊。安怎讲？嘿，因为规条拢是花。啊！伊内底这就是伊的花蕊，伊的花蕊有几若千个花蕊。啊！你早早食咧，安尼剥落去烤着烤烤，迄种籽迄就是它的花蕊。哦，无花果的由来就是因为伊的花是包伫个内底。对，啊！伊的果皮就是伊的花萼，所有的养分都在这一颗里面的，对吧？对对对对，最天然的。嗯嗯，吃这个你就不用再去买什么花粉的。我真的没有吃过这种东西耶。因为在台湾种这个很不容易。这个原产地都是在地中海沿岸，像土耳其那边就很多。这对半莲看到伊的果形很漂亮，它是心形的。哎，真的呢。啊，是这样。那一颗心。享用期大概七天来吃，那风味是最好的。而且它的口感呢、啊、很绵密，那个口感非常好。有没有幸福的感觉？有，很清香。哎，真的是幸福的感觉呢。哎，淡淡的甜味。阿芬啊，今仔日吼有食到张大哥煎出来的这爱心无花果，原来吼这都是人家的健康秘诀。张大哥不但坚持有机栽培，嘛回收天然的雨水来利用，这无花果的滋味，内底有张大哥满满爱心。虽然大家拢重重危机，但是为着健康，大哥嘛欢喜甘愿。大哥，蔡纯利啊，安尼友善这一块土地啊，相信他们吼一定会做最好的回报给你们。的蔡纯利今麦种的是无花果，但是我看到的是你已经开花结果了。谢谢，这爱时间啊，爱时间长期来累积啊，土地一慢慢会恢复，有一种健康的力量。但我就产生健康的果出来，所以你已经撑过来啊！谢谢。起码我们这瓶不是叫无花果，叫开花结果。因家哦，除了有机的无花果，听伊讲因家的社区哦，嘛拢过甲真健康哦。咱今嘛赶紧来看卖。李市长你好，阿文阿你好。听伊讲哦，咱这个社区哦真健康嘞，安那健康，你会当出来看卖未？啊，这无问题，因为阮每年的环境对无吼，在阮斗六市讲起来是算第一好诶。安怎讲呢？因为阮只一个溪每年溪对无吼，整治了足好诶。即马斗六市吼，人大家在要运动，拢会来阮遮。你拄则讲生态池，生态池在倒位？这是生态池，没有错。生态池，生态池，这是生态公园。哦、好漂亮哦！对啊，好漂亮哈！哦，就是耶。嗯，那你来看麦好不好？好，坐到了。蝴蝶。因为安尼了靠一个生态的这个原貌对吧？哈，啊，卖讲一直用人工的对吧？哈、嗯，我们还是有保持四叶五叶对吧？哈、嗯。灰金菇已经足济啊！灰金菇，灰金菇，萤火虫，遮个生态足好诶，无闹灰金菇。对对对，嘿，生态足好诶。嗯。哦，因为我嘛从因隔壁遮，我拢叫伊讲尽量着无吼，卖用农药。好气啦！
李市长，咱这哪会写福气？因为阮对面，阮有阮另外做一个物件对无，就是用心爱梅林。啊，因为阮梅林这人呢对无吼，拢在阮梅林社区拢投入真来努力来甲斗斗三工。恁来甲斗无闲，梅林的人大家拢福气啊！但是这真特别嘞，这是用迄个瓷砖哦。这就是人咧起厝的时阵，人永春的瓷砖，阮甲捡起来。就是废物再利用啊，这嘛是真环保啊，吼。梅槐土厝聚群牛。啊，这就是林流博古遇千愁，因为咱这间呢吼。古早人咧讲，叫做牛条，好，所以在聚群牛。对，因为阮古早的农业社会，大家拢爱饲牛，啊牛呢，就是咧帮咱犁田啦，哦，啊甲咱的生活的物件拢爱靠牛。拢有家保存落来就对啊啦。好，即卖人啊，来遮观光啊，啥可以知影讲？你看，较早这就是咧饲牛的所在，哦，牛休困的所在啦，牛休困的所在。所以讲农业时代哦。牛吼，甲咱人是上好的朋友啦吼。人讲吼爱做吼，才有通食，对无？因为咱古早人呢，你甲想看嘛咧，较早生活的环境无足好个，但是大家的身体呢，相当会遐健康个。人因拢日头出来了，因就出去要做工课啊。甲古早的这个物件会当找出来，予咱下一代的人对无？去欣赏、去学，啊嘛保持予因以后的心情会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快乐安尼。再愈来愈健康，愈健康，这就是阮社区的最大的目标安尼。就是甲较早的精神啊吼，甲伊显现出来吼。即卖少年人甲所有人知影讲，古早人就是安尼伫生活，吼。唔，若讲爱有健康的身体啊，心理嘛爱足健康诶。心理嘛真重要。好，啊，咱即卖进来后一点。好，好，来阮梅林干妈店。老板娘你好，你好，你好，哇，好多凤梨哦、喔！这是咱家种的哈、喔，对对，是咱家的，咱在地。哦，在地农产品都对啊，哈，还有奶鸡耶，好多奶鸡哦。对，附近的农民，伊每个星期给办会卖，伊摕来只花改卖。哦，我唔知你问讲你是干吗店啊，是干老咧卖水果？水果啊，对。因为阮在地吼，但是人啊出笋干的时阵，嘛会摕来只花改卖。在地的迄种百姓，感觉讲，我有一间足温暖、足甘心的干吗店，摕来只会当替卖物件。所以讲吼，食当季的水果上健康。这峡谷真好嘞，因为大家吼拢安尼心连心吼，大家互助啊，吼，真有感情啦。我们的峡谷是真有感情，真有人情。对对对对，这农民种下，你家就是没啥，对对对。其实你们有达到一种互助啊，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好嘞，这样也会减少碳足迹耶。哎，因为咱底只农民咧后边产嘞，对啊，啊都直接放在家卖安尼啊，吼，可以减少很多的那个里程啊，碳足迹哈，对不对？各位当互相帮助，对，有感情的。梅林社区不但风景好，空气香，连社区的理事长、甲干妈店的头家娘，逐工拢是笑眯眯过日。阿芬啊，感觉生活态度嘛是真重要的健康指导。食水果除了身体健康以外，上重要咱就是爱身体力行。今嘛，我赶紧带阿芬啊来去到南环保站看卖。喂，师兄早安。哎，阿芬啊，早早早早早。哦，早早。哦，师兄，你较早就咧骑车哦。那个出车真了啊，小经历咧。咱的环保站足大咧。哎，这环保站是一个用地大多，伊个污染啊，咱互咱使用诶。哦，你用自己嘛是算嘛足发心的，面积大概600多平啊，87年12月开始用的，然后叫进攻叫下叫下发出气来。你跟他看喽，是磕在地上、喔。磕在地上，哎，发出气来，所以。咱这环保场哦，就讲起起外口遮吼，店嘛算足大店的，来咱量嘛足多的，所以只有啊用讲个逐礼拜咧分啦吼，场地也是较高外条，有双车。交通上较无方便，所以足感恩遐师姐啊，愿意来付出安尼吼。
环保之间有啊，拢年岁较有啊吼，啊来做环保，哪做哪健康，啊祝福因安尼吼。环保组吼，量拢足侪个，啊来要叫当时叫吼，拢五六十个。咱来做环保吼，别讲咱黑白想啦，老人来遮运动，较袂老人输症啊吼，啊所以做环保吼，做健康。这输送带哦。哎，输送带。哇、啊，怎么那么长？哎，超十米长。十米长啊！咱咧分类吼，塞出来吼，一边去徛十几个，啊小心哦，靠！好，往前，一二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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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室诶，哎呦，活动室，唔是纯拄啊菜安尼？无，安尼咩？活动室啊，我只要若热，我来开门啊，即把我来透住诶。啊，所以它这个都是随时可以移动的。对，可以随时。好方便哦。哦，师兄，哎，这个在拿输送带较紧嘞，可能看袂赴哦。啊，所以人坐在我都扣较紧啊。哦。你人坐就扣开较紧啊。这礼拜哦，这当训练眼力啊、手力啊，还有那个判断力。因为这啊速度咧紧哦，每人哦一直注意尔，无咧哦。就是你固定说。你固定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哦，就是一个人收一项的地方哦。其实这输送带嘛有一个好处啊，咱的老婆婿较唔免安尼坐吼，有位脚较无阿多硬。嘿，阮以前啊无输送带，拢跍在咧啊，跍了就坐咧，伊啊坐啊，说输送带啊，即马来吼，伊咧徛咧吼，两三点钟了，加较看我。安尼嘛是真健康啊吼，所以讲做环保嘛是健康之道。师兄，你感觉健康是啥物？健康哦，你身体用会做啊，你啊无像你啊你。你也无健康哦，你安阳个吼，安尼红到乌塌塌安尼吼，生活助理不会助理哦，啊就差足侪，啊咱个做啊下当做安尼哦，能帮社会都做一点事安尼，啊所以健康啊足重要，所以咱嘛长期个健康在我都做啦。师姐，你感觉健康是啥物？我四肢能动，然后每天有一个精神寄托，迄个是健康。啊，心拢做清净个，迄个嘛是健康，嘿。来咱环保站吼，其实嘛是足健康的啊，因为咱唔来当运动吼，啊，搁会当做有益社会的事情，搁会当保护咱的地球吼，而且呢，我们的心灵啊也有一个寄托吼，这个就叫做身心灵健康，就达到一个平衡。阿芬啊，这阵来到了，头一间吃到无花果的滋味，嘛看到山顶人的生活态度，上重要的是阿芬啊，感觉骨力做。安心吃，欢喜过日，都是在地人的健康之道哦。你感觉健康是啥物？健康就是享受这种过程，啊，做到尾啊，有笑会出来。嘿，我感觉这就是健康，啊，佮有迄种幸福的感觉。啊，人家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要天天做环保。八十多岁了，你就找到一个八十多岁的。啊，八十多岁了，你去看看。小力一点，很痛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了。欢迎大家来到啦，做环保，健康生活化。